ご覧の番組は再社会議館。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ています。耶、yeah, ！大家好，我是科比传教士哈，今天用这一台，这台什么车？小宾利大功，小宾利、哦。我们今天要帮他换前面的雾灯，把旧雾给它换掉。只有换雾灯而已。还有一个动力，还有一个东西，宾利前面不是有一个这个？我来、欸，劳斯莱斯哦。宾利不能宾利什么？宾利有几架翅膀呀？哦，所以我们要我们自己的东西，差几烘干。烘干。你要擦烘干哦，什么用、啊？哦，也可以啊，用给你们看就好了。哦、对，有很难解释的了，怎么用这台就考试过了、欸？当然啦、啊，我跟你讲，我少年我过来三人要磨啊，我就破去啊，都换掉好了。电火锅硬破去啊，都破去啊，所以就啊。我就直接换新的了。你干嘛换了宾利？我让你用修理的吗？不啊，我那天就看到。你怎么把我的梗都破掉了？好逼啊，对不对？对啊。他现在要下保杆吗？还是下护板呢？下护板就好了啦。他设计这个就可以拆啊。那是溜啊。溜啊。哦。完了撇了。我是讲我手的级别了，小路给贴出来，掏出来的。你手哦。对对，没出来的我去啊。这些呢？现在好爽。看一下。哇，这金呢？敢换吗？有啦，啊，这几条啊，这2000多块吧，一组还是一颗？一颗一颗，一组一颗2000多，啊、很贵吗？它、没有灯泡，这我不知道。好了，跟我的尾灯比是蛮便宜的，这原厂。对啊，原厂的。看不到嘞，你要不要整个下护板都拆掉？想说看板多呀，它干弯的呀。先摸索一下，我再拆这四只拨起来应该就出来了。这个跟这个，你先拿着。跟这个。对啊，哦，这三个卡榫，看看这个那个卡住而已、啊，可是我现在拿不出来，为什么？好吧，运气不好换边，反正都是要拆的，换边，换边试试看手气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先把大灯灯泡拆出来，那就暗了嘞，那也是处女地，对、啊，不多、啊，不多，最后是要越拆越多、啊，有没有？就这样而已啊！啊，有螺丝，难怪拆不下来。这是六角的，棉花的，上面有螺丝孔。还有一颗好像转不到，那一颗比较难转，所以我们用别的工具了。还是拨这个。喂，哎，开始。出来了，出来了。很快，来前面。我现在要放慢速度，不然就哦嘎的太快了，有没有？这样拨出来就出来。One hour later， 可以亮，有吗？可以亮，这个是吗？有吧？有有有。你会不会人家问我说为什么轮胎可以这样转？哎、欸，不是，有的车打到 P 档，然后停好就锁住了。因为我钥匙插着，如果你方向盘钥匙没插，它可能会转一转就卡住了。就卡住了。可以接掉下去啊 ？ABS 吧 ？ABS 感应线。你这种车它还算比较安全，它有一些灯号的警示啊。好啊，我跟你说，这个线呢、啊，它不是永远都不会坏、欸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它有时候就秀抖的派底啊，派底的时候要换那个、ABS 感应线啊，它就会亮一个故障灯。对，不是系统坏掉，是线坏掉。一般都是线坏。坏掉的居多了，哎 ，ABS 有四条啊，那我就把它转正放下来。哦，第五条会是在哪？第五条，第五条可能就是中风坏掉了。哦，好了，好，这个要换掉吧？这个。对啊，这里要立一个立标嘛。啊，立标嘛。立什么？那個、你要立胜利女神哦。哈，立标。那是烘干的，你要涂红啊。啊，涂红就烘干了、哦，是这个啦，这个。对啊，太浮夸了。我们要找一个我们公司的精神的指标。是哦，对，我们今天 logo 是什么？红杆。不是啦、哦，黑人。对，要的是黑人，做好的时候是白人，所以不行，我们一定要黑人。所以这个，所以我们要把它等一下喷个漆，把它上个颜色。它这个是那个硬核工厂，它帮我们制作的。它这个从设计到汽车的零件都可以。是啊、哦，汽车零件也可以做。对啊，跟他讲，他就跟你一起设计。像这个，其实这个已经设计了两次，第一次是黑人是正的。嗯，哎、啊，因为我们这边有倾斜的角度，有没有？这样才会立起来，有没有？才会整。哦、一开始做了之后就变成这样，黑人变成这样，因为平的话就变成这样。嗯、对，这是请他设计的。我们等一下把它稍微磨一下。你不要磨一磨，从这边断掉就很好笑。不会啦，你看，开到200，搞不好不会断就好了。到时候再弯下来，变黑人变躺在这样。这台车可以开到200啊？我是不敢。你有听过吗？如果你是寂寞的男孩，有没有？你就开100，手伸出去摸的是地罩杯。嗯，那200，200可能手会断了，有没有？你也不敢。放手了啦，200，对啊，不强调大家开那么快了哈，100刚好就好了。低罩杯大家可以摸得起啊，对啊，好，赶快来去涂色了。对，我们这里还要
这个，你看，等一下做记号，在大概这个中间，我们要磨一个这个角度出来。你不觉得这个这么厚不好看？不会啊，我们就是大机爱插较轻的。句号主义。对啊，等一下这里这样大概磨的位置就要比较宽嘛。就要磨这个放下去才会平嘛。我们这个可以量瘦，你知道吗？就跟 BNW 一样大的就好了，直接上去就好了。这个不用磨，这个不用磨了。我靠，对不对？拔掉，砰，上去 ，OK。量产计划啊，不行了，我现在不能那么嗨，开始磨吧。我觉得我在干嘛，你知道吗？好像人家在那冰雕，没有在刻冰的感觉。那你要刻一条龙珠啊，我要一条龙珠是。SE 老二，哈，三四五六，哈，到十三条龙嘛，一条龙，就我又不会割哦，哈，不会割的，我跟你讲。好的，那网友追一条，我买再买。哇，给死啊！跟这个刚刚卖的，他说你要吃雪花冰吗？好啊，给我来一碗。嘴巴打开就好了。有玩过那种小时候放在水里会长大的东西吗？有啊，现在长不大了。什么东西长不大了？放在水里长不大了。没有，你长不大，别人会长大了。就稍微磨过，就是为什么呢？太长，等一下要好上漆，就磨过就好了。好了。然后吹干吧。会不会在吹的时候断了？应该没有那么脆弱。准备好浇饭。黑人跟黑底座啊。它在喷黄色的，挑染啊。你要挑染哦。等一下啦。别外吧。哈，哦，昆虫吗？你这样子好像还不错，不是很自然吗？不能喷太多啊，等一下就要修一下啊。该逼埋伏，该逼，跟穿裙子一样啊，围裙啊。大哥要视察。对啊，大哥要视察。公仔很可爱啊。去夹娃娃夹的啊？不是不是。不过他混飘染的，泰山说不优啊。鱼黄头啊，你有去看过吗？有啊。它会不会断掉？迟早有一天会断掉。它为什么会断掉？风吹雨打。如果这只鱼黄头，你用个盖子这样。把它盖起来就好了。理论好像是对的，可是这样有个罪名哎，什么？妨碍风化、啊。这样可以吗？等一下再上亮光漆。来喽，喷厚一点，它会亮。你摸的时候，我都习惯摸旁边的话，太脏，都黏黏的，不要紧，阿别。没，我的习惯没那么差。一开始当然要先摸别的地方，一开始就先摸头，这样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它准备好办啊，迎风向线吗？那啥吧。我导航，你要不我三次？嘿，我三次。为什么又天黑了？不是我们动作慢，是太阳下太快了。不用就呆了，你喷太多了。我都没有很干呢，我有指纹了，晒晒啊！叫我们爹，我要偷车，他没干了啊，好吧。A little later， 然后韩总，梦到了吗？当然现场，人是你台。我梦到做安尼啊，人你台哦。看你的手好恶心，什么我的手好恶心？你看我这个等好猥亵，好像还不错、欸，开出去应该蛮杀的，应该会被拍爆料公司。爆料公司应该做个两只哎，第一只要干嘛？天线呢？你都没想到了，天线在哪边？类似这样啊，哎，哇，这次如果是天线的话，是不是也不错啊？哎，要猛换吗？大尾。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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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弄个两只好了，一只是天线呢、啊。好像也不赖嘞，你要再喷就对，我们喷一支换掉一个下午。这一次有经验的啦，有经验可以快一点，对不对？好了，还没干，今天就。ご覧の番組は再生鍵館。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ています。好，这车的资料，好，它年份是2017年的5月，好，那你看一下哈，有没有错误？应该是没有错误，它是黑色的。那是 gas 的资料啊，没有问题，我们就准备要签约。刚刚有试车了，这个车就比较简单了，因为保养也做了，好，到时候过完户，好啊，美容再做一下就可以约交车。昨天上片的黑色的 gas， 今天就是开放用电话预约，林先生第一个来看就得标了。那我写一下合约书。哎，你从哪边上来的？
刚我问过了，他买一个就是代步车，哦，可以大卖场去买个东西，也可以倒，然后可以载很多东西。对啊，因为淡水比较冷啊，所以台车也常下雨，就有个车也不错。所以其实它倒下来，它的空间还蛮大的。啊，你买车家人知道吗？哦，真的。现在几岁？我仔细可以了。阿大你几岁？23。对了，你看买车你也没讲啊。我没买车啊。好，你车那么多了，没买车。你阿大我们多少钱？78000。我写错了，我写了70万了。哇塞！习惯了，很少是个位数的啊。不好意思，你有带定金吗？未满10万就最少就要1万以上吧。看你啊，就看给我多少我就想去。你看他的钱跟我差不多一样哎。我想说奇怪，是不是他捡到我的钱？你看像不像？你拍他的钱。哈。100的一叠啊，1000的几张而已。哇，你也是台主啊？啊，不是啦，问一下。军钱呢？有啊。这算最快的一次吗？对啊，最快卖掉，最快捐钱，我都要快。同一天晚上，他在那边呢，从淡水来啊，他坐那个捷运过来，来公，啊你别啊，好下一个啊，不是这样吗？直接问，对，直接问这就好了。你是几万吗？你要动作快啊，他会看到，哎，我的车怎么跑掉了？没呢，哪里？7点钟方向，看不到脸呢、啊。不是脸有什么好看的？你看他穿，不要穿裤子。哇，这你也塞吧？哦，可以。塞的菜你竟然没有看到？年轻，这么肤浅，年轻就好了。没有啊，可爱啊，我也还年轻，好不好？去捐钱，老板有指定哦，社团法人台湾幸福狗流浪中途协会。这么长哦，你真是给他捞一些哦。我写完拿给阿姨看。哦，我字很漂亮的、哦。真的啊、哦？对啊。好、哦，那好啊，我按下集就赶快决定了。这次我把单子拿回来，以后叫小姐先写一写，我再拿过去比较快。那个几张就可以用了就好，不过再拿就好了。加满的。直接加满，加满了，直接加满。这个是公款，不能要求。等下捐的钱，那少了，点钱开始。我去刚一关几秒，对啦。来，你有唱几门广巴？那你可以不？对啊，不管怎么唱，张数是对的，可是数目不对。数目不对。对，这也不错，那我哪里啊？而且这是奥兰德的呢。哪个？一拍亏啊，他是奥兰德。哦，有嘞，帅哦。哇，加满一桶要多少钱？1000多了，我想说1000就过了，没想到它破了。加满1109，到了，并没有什么人呢。啊，要实名制，我帮你扫就好了。一个人就好了吗？对啊，顺便教大家一下。啊，你如果是两个人，啊，你就是加阿呆一个加一，可是我有带你来一个。今天派阿呆出马，但他第一次做爱心。阿呆有读册嘞，对，字都会晒，像我那不读册，那个鬼画符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对。本来阿呆出马不一样，比较大张，比较大张哈。哦，我们捐给这个社团法人台湾幸福狗流浪中途协会，名字就我们公司跟新车主，感谢林先生，我回去吧。被贵侯爱晒起，给贵花多晒，那明天再去，明天就可以过户了，后天就可以交了。泰山还没拿，我们都是把事情都做完了。对啊，真的还没上班，太爽了。好、啊，这边是雨刷，好、啊，雨刷就是往这样子喷水刷。我、哦、不能阿呆。确认过眼神，我遇上对的人。好，这越下面越快。好啊，这个就是抬头显示，原本就有就送给你的。好，阿、啊、亮有个水温，你有没有78？好，应该不能超过到100，超过100度以上就怪怪的。怪怪的。对，它平常应该到90几，应该就会降温就下来这样。有时候在爬坡，但温度都会偏比较高，因为爬坡速度不快，它引擎转速比较高，温度就高一点。可是如果平常在开，应该不会超过100度，对。今天要把这台车叫掉了，车主在旁边，他说不要入境。哦，再次感谢新车主林先生参与这次的公益活动，整理好了，现在准备要交车了。其实我们早就捐了啦，对啊，我们先捐了，对，我们先捐了，今天就是要交车了，完成了。Yeah、好，喜欢的记得订阅、分享、开小铃铛，好，我可以做越多的公益车，拜拜。耶、yeah。做完件好事。对啊，好事。你看，我又做了一件，你差点被车撞。ご覧の番組は再社会館。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した。哎呦！哎呦！干，为什么？气死我了！小强入境。
找不到。